Don't like your little games. Don't like your two-tit stage. 一开口，全场都傻住了。大陆偶像女团 SNH48 成员李艺彤在生日会上和粉丝同乐，但选唱泰勒斯新歌五音不全的表现却遭大票网友吐槽。Look what you made me do.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.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.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.李艺彤一开口全部破功，正版怎么唱带您听一次。影片在大陆网络上疯传，甚至还登上了微博热搜。不少网友留言，李艺彤一个人就包办了一个礼拜的笑点，而李艺彤引起争议的还不只是她的歌声。粉丝的钱怎么花呢？那我也管不着。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是非常 diss 的。我希望集资的人全部炸成一朵烟花上天，哇 boom， 就像《全梦环游记》里面那样。因为不满粉丝投票，将她与另一位团员配对表演，李艺彤竟然在直播中直接开呛，甚至诅咒粉丝已经去世上天了，造成大批网友不满。正副队长甚至因此引咎辞职，双双退团，严重的大头症闹出风波，也害得女团清新形象破灭不少。记者唐玉泉报道。